三立台湾台最新八点档《甘味人生》即将接档是先行播出，深受观众喜爱的男主角王世贤、黄少祺就可以在新戏当中饰演兄弟，而王世贤为诠释剧中打火英雄的角色，更做足功课，严格遵守消防员的专业指示，只是打火装备繁重，可让王世贤快要吃不消。体力当然一定要的啦，那肺活量要更好。因为那个气瓶可以用，气瓶好重，气瓶差不多也要4-5公斤以上。而且我在打火的过程里面，我动作比较多，然后背上气瓶，穿上那一套的衣服，所以说我好像在运动，所以说我吸得更快。然后发火的那个消防员说：“苹果，我应该吸下气。”然后下一次就会多帮我准备同样的气瓶，多准备几个这样。而另一男主角黄少祺近来喜事临门，不止重返本土剧战场，家庭生活幸福美满的他也将要迎接第二个小宝宝的到来。因为这个月底就临盆嘛，就准备迎接我第二个宝贝儿子，然后戏又要开播，所以我觉得是双喜临门，对，就很开心，就是会用所有的体力来迎接这两个。本土剧两大男神王世贤和黄少祺虽然是首度合作，但两人靠着爸爸金很快就培养出好感情，相信这样的默契也会让这对甘味人生兄弟档更加生动喽。完全乐，早报道。